哦，星星怎么了？我要星星，全都属于你了。哎呀，给我唱首歌。好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。 这款再改一下，嗯。悄悄，来。哦。什么事儿，二哥？这里面有10万块钱，拿着，给你爸看病用。 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再说了，我爸的病是场持久战。心意我领了，我会再另想办法的。你听我说，既然你管我叫声哥，那这事儿我就管定了。而且我不能看着你就因为钱你就跟你小五搞得不清不楚的，是不是？你听哥的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拿着啊，看病要紧。拿着拿着拿着。 谢谢你啊，志军哥，对我真的是太好了。你这么有本事，还这么善良，没想到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完美的男人。嗨，完美谈不上。谢谢。嗯，忙去吧。那我拿着，揣好。 密码我微信发你。谢谢。等了好久吧？没有很久，再说等你也是件很幸福的事。你是我见到的最甜的女生。<笑>哎，要不跟家里人说一声，咱们出去吃吧？好啊，那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 对了，那个我爸今天说他包了饺子，如果我不回去吃的话，他肯定要不高兴了。要不然我们改天再去吧。而且我这拿着行李，又穿着这身衣服，有点不方便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走吧。嗯。 坐这儿干嘛呀？徐庆芳，你什么意思？妈，要我再跟您说一遍吗？我跟雨晴在谈恋爱，我喜欢她，我们是认真的。
阿姨，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份感情，希望您能理解。那很好啊，恋爱自由，不接触接触，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呢？彼此有感觉，想恋爱，我理解，也支持。什么？我捋捋这事儿。你说，他居然有胆量跟他妈当面挑明，啊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徐医生，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的伟岸了。那时我也挺意外的啊，不过说实话，还不高兴，够爷们儿。做男人嘛，就得有魄力，敢做敢当。你这选的没错。不过呢，他妈会这么轻易的让你过关吗？其实我心里也挺愁这事儿的。你是不知道，当时徐阿姨听到金峰这么说以后，光脸就变了好几个颜色。不过到最后倒是慈眉善目的。但是她越对我温柔，我这心里直打鼓啊。这不是一般的女人呐。这是守住儿子的心，24小时上岗啊。那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啊？我怎么才能让他妈接受我呀？哎呦，这还不简单，把他妈约出来，请他吃个饭，再带他到商场买点东西，讨好他的欢心。咱们呢，先把关系缓和下来，然后再步步推进。合适吗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个人条件再优秀，只要你打定主意单身，无所谓。如果你想结婚，讨婆婆欢心这一关啊，你是必须得过的。哎，就算那婆婆再难搞，你都得硬着头皮往上凑。哎呀，就如果她不点头的话，你俩休想甜甜蜜蜜，知道吗？可是。请他妈吃饭、逛街，不是我又不知道徐阿姨喜欢什么，我再别弄错了。亏你还是个机长，跟机长有什么关系啊？高院长啊，这种事情啊，就是原配最清楚了，知道吗？行了，小妹子，太笨了，等会就补脑子去。脑子不会拐弯，谁像你呢？